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请掀开经本第211面，211面第五行，从小注的第三段看起。佛之说法，无非对机，法以缘生，缘生体空，故法本无法，说即无说。前面跟诸位说得很清楚，诸佛菩萨乃至于一些祖师大德们讲经说法，确确实实是有舌而无念。那么说一定是对机，如果没有机感，所以机是能感，佛菩萨说法了叫能应，感应道教。如果没有众生这些机感，佛就无有法可说。纵然有感有应，前面说过了，在相上呢有舌，实际上啊无念，无念呢也就是无舌了。因此我们晓得，既然是有能感所感，那就是缘生，所以说法也是因缘所生。不但是世尊为我们说一切法，即使设方三世一切诸佛为众生说法，也不违背这个原则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凡是缘生之法都没有自体，当体皆空，故法本无法，说即无说，这是无说即说。这个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这才能够归到前面经文里面所说的一如，不依不异，才能够符合这个原则。那么这个原则要用现代人的话来讲呢，就所谓是真理，一定回归到这个真理。那么佛门里面呢，我们也常常听说是万法归一，那个一就是
不疑不义，也就是诸法如也，诸法亦如啊，就是这个意思。能够符合这个原则，这是正数。如果不符合这个原理，那就是邪说。这个法学是正说邪说，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这个地方。那么既然是原生，因此法也不能够执着，换一句话说，也不能把它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就错了。心要清净，心要空寂，心里面不能有一物。佛何以能不起念随缘说法？这个是很多人呢确实有这个疑问。我们也会有，我们要跟人家谈个问题，心里总要先有念头啊，怎么有念头怎么说得出来啊？尤其说得这么有条理、有层次啊，一点也不乱啊，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个要给我们解答了。前修因时，悲怨熏习之理是，这是总而言之，佛是过去生中，在因地里面，正如同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天天发愿，时时刻刻都发愿要度众生，要为众生说法。成佛之后啊，这个愿力，这个力量很强大。我们知道，凡夫起心动念的都为自己，从来没想过佛法，没想过为众生。生生世世不起念这一，起念头一个是我啊。这个是业力呀，无始劫以来呀，业力的熏习也了不起啊。这《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所说，业力能敌须弥呀，可见的业力非常的强大。那么成了佛呢，业力呀消了，把业力转变成愿力。所以诸佛菩萨的愿力非常广大，说此理金光明经摄之最详。金光明经也是属于般若部的，这个经里对于这个问题讲得很多，讲得很详细，底下呢引用了一段《金光明经》里头说的，经曰：“佛五十念，我今演说十二分教，利益有情。”诸位要知道，这个念头没成佛的时候有，像我们现前有这个念头。成了佛之后，为什么没有这个念头呢？诸位要晓得，怎么成佛的？立相立念才成佛的。如果这个念头还有没离，那他是凡夫，他不是佛。佛决定是立相立念。虽然立相立念，但是无始劫来生生世世这个愿力的熏习，这个力量在。
这个力量呢，如果不遇缘，这个力量不起现行，就不起作用。那佛确实没有这个念头。如果有一个众生要求佛了，那这个念头众生就有感，众生有这个念头啊，这个佛自自然然就有因啊。虽然不起念也有因，为什么不起念也有因？无始界那个熏愿力熏修的作用就起现行，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佛这个众生有感呢，佛有因，所以有因的时候确实无念。佛现身无念，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示现的八相成道，他有没有念呢？没有念。绝对不是说这个众生这个地方啊，众生机缘成熟了，应以佛身而得度之，我要到那里去啊，投胎去八相成道现佛身，那要有这个念头，他就是凡夫了，他就不是佛菩萨了，啊，确确实实没有念，示现的八相成道，住世八十年没有念，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在那里住世多少年，没有啊。来无念呢，去也无念啊。那为什么刚刚好住世八十年呢？不住世一百年呢？不住世六十年呢？这一个问题都在一个缘字机感相应啊。这个地方呢，有众生的这个感，他就多住世了。这个缘要是尽了啊，他就灭度了，他就不住世了啊。所以佛住世，这菩萨住世啊，乃至于真正有修行的善知识住世，完全是看这一个地区的众生还有没有得度的之机。这样说法还是不太好懂啊，我们要说白一点，佛住世就是问一问这个地方还有没有人相信佛的话，还有没有人听佛讲经说法能依教奉行的。如果有，佛决定住世，如果没有了，佛就不住世啊。所以佛住世不是为自己，是为这个地方有没有众生肯跟他学习。那么这个学习要真学，不是假学，假学没有用。我们很想听经，听了说听了一句也做不到，那个没有用处，那个佛不住世。听了真感，真正改过自新啊，有这么一个人，佛都不会走。所谓是佛师门中不舍一人啊，一个人真正肯依教奉行啊，肯认真修行，佛都住世啊。那么由此可知，佛灭度的时候就说明了那一个时代那一个地区的众生已经不肯依照佛的教训去修行啊，不肯依教奉行了啊，佛住世毫无意义啊，这个示现般涅槃。又曰：有然忘惜慈善根离，
于彼有情，随其根性、意乐、圣洁，不起分别、任运、嫉妒，是教利息，敬畏来积，无有穷尽。这一段的意思跟《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啊完全相应啊，也是说明佛为什么不起念呢？说法度生啊，从来不起念啊，油然是自自然然啊，一丝毫勉强都没有啊，自自然然是由过去生中，往昔是过去生中啊，慈悲善根之力啊，这个慈悲善根之力呢，就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发愿度众生啊，像我们现在依照古佛这个四弘誓愿来发愿，你看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是因中所发的慈悲大愿。那么成了佛之后啊，不但是成佛，实实在在讲，从我们这个金刚经的教义里面来说，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是圆教初住菩萨的地位。从这个时候起就没有念啊，这《金刚经》的标准呢，四相四念断掉了啊，没有了，就证得圆教初住菩萨啊，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这样的菩萨在十方法界就跟如来果地上一样感应道教啊，这个众生有感呢，菩萨就有应。众生心目当中希望佛来教化他啊，就应以佛身而得度之，他自自然然就现佛身啊。他至于现什么样的身份，像这个普门品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三十二应身没有念的，不作意的，哎，我要现个什么身，哪有这种念头啊？啊，自自然然的，啊，于一切众生感应道教，而众生那个感极其微细啊，这个我们要晓得。以释迦牟尼佛为例子。世尊当年出现在我们世界啊，世先成佛了，正夜读明心啊，悟道成佛了。他成佛了，人家看这么一个出家人在菩提树下打坐，谁知道他成佛？谁去亲近他，请他来说法度生呢？没有人啊，没有人认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提请，佛立刻就入般涅槃了，就走了啊。我们肉眼凡夫不知道佛应化在世间，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世间人以后佛教化这么多众生，这都是积感，
我们这个感连自己都不晓得，啊，就好像那个电波一样，太微弱了，自己都没有发现呢。可是佛那个地方就感动，佛就有应，啊，可是佛现身还是要有人祈请，啊，这世间没有人祈请啊，有菩萨们，这菩萨帮忙，菩萨变化成净居天人，这个净居天呢就是四禅。四禅呢很特别，四禅有九层天呐，除了正常的三层天之外，还有一个外道天，啊，叫无想天，那是外道天，修无想定呢，到那里去往生的。那么这都是凡夫天，啊，四层是凡夫天。除这四层之外，还有五层，叫五不还天。啊，那个里面呢，是修行人，啊，大小乘通通都有。啊，这些人，他们知道，啊，他们有很深的禅定。换一句话说，极微细的那个感动啊，他发现了，在一观察，哎呦，佛成佛了，这还得了啊？没人祈请，他们赶快就下来，啊，下来变化成人身的是吧？向佛请法，啊，那佛这就住下来了，就不入般涅盘了，啊，净居天人呢，带我们祈请啊。等到他一开口说法，我们这才知道，哦，这个人了不起，这个人有学问有道德，我们应当跟他学，啊，那么这是我们在经典里面呢看到的，所以这是感应的力量在最初是相当薄弱。说于彼有情，这些有情就是有感的，啊，也就是讲机缘成熟的，啊，与佛有缘，我们大家与佛通通都有缘，缘的厚薄不一样啊，浅深不一样啊，啊，缘浅的。这一接触佛法，听个几次经啊，就不来了，这缘浅的。一部经听完了，欲罢不能，还想听的，这缘深的。啊，就这个机缘呢，有浅深不同。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缘深的这一生当中就证果，啊，这一生证果；缘稍微浅的呢，这一生当中开悟不能证果，啊，缘再浅一点呢，这一生当中啊，他能够行善，他能够修福，他不能开悟，啊，这又是一种说法，啊，就总而言之，是与佛的缘有前深后薄不相同。那么这随着啊，与彼有情，随着他的根性，随着他的意乐，这个意乐是他喜欢。世尊当年在世，为什么说了这么多经，说了这么多的法门，是随众生的根性，随众生的爱好，这个意乐就是爱好啊，还得要随众生的圣解，就是他能够理解的，有些经讲得很深，许多人不能懂，只有少数的人懂，啊，
那个少数的人，佛也不舍弃他。有些人智慧比较差一点，根性鲁钝，那么佛就跟他讲浅一点，这就是说明一切大小浅深的根器遇到佛，佛为他说法都能得离。那么佛说法随众生的根性易落圣洁都是自然的，都是无念的，不起分别，不起分别，无念啊，皆是无念，都是自自然然，任运即度，即是救济的，都是帮助他了，帮助一切众生了，是叫利息。这一句是说接受佛教导的这些众生，他们所得的利益。刚才说过，根器大的、原生的得大利益，根基浅的、原薄的得小利益。于是佛法了就有五尘。人天声闻缘觉菩萨，这是大分的，细分呢太多太多了。教给众生，利是利益，使他得利益，使他得法喜，得欢喜。幕后这两句是。敬未来际，无有穷尽。从原初住开始，一直到究竟果位，他们的应化都是尽虚空变法界，哪里有感，哪里就有应。感应道交，不可思议。不起分别而自然获度，所谓任运是也。这是解释什么叫任运。任运就是自自然然，决定没有分别，决定没有执着，决定没有起心动念，这个样子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呢，叫任运，任运是这个意思，我们做不到，我们都是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的感应呢，很粗很粗啊，这个粗的感应呢，感应的确有啊，我们中国谚语里面所谓啊，母子连心呢。母亲这一生当中时时刻刻都念着儿女，如果这个儿女很孝顺，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也是念念想着母亲啊，他彼此当中有感应，但是这种感应有念的，那个感应的波就很大，幅度很大，佛菩萨跟一切众生的感应，那个波非常微细，甚至于我们自己都不晓得，但是确实有感，佛才会
有因，这个都是任因的。这何故能如此也？由于往昔在因地时，悲怨具足，身观缘生，熏习沉重之力，使然而。这个里面讲的意思跟前面《金光明经》上讲的，可以说是一样的。但是这有一句：身观缘生。这一句不能够忽略。这一句我们应当要学习。时时刻刻，就是一切时一切处，我们对人对事对物，要把佛在《金刚经》上讲的这些道理，给我们说的这些事实真相，就要在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啊，要提起来啊，勘验一下。这个在佛法术语啊，就叫提起观照的功夫啊。那个利益无边呐，利益开智慧啊，破迷开悟啊，自自然然你也就放下了，这个放下了就如同诸佛菩萨渐渐在一切法里面学习着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跟一切众生往来慢慢的也有一点任运的味道了，任运好啊，非常自然，一丝毫都不勉强，心地清净，智慧增长，那个的确是有受用，这个就是身观缘生，熏习沉重的力量。在这个果地上，到你正道圆初住，那就是真实的果报了，它就能够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感应道交。经曰：一法如如，一如如智，能于自他利益之事，而得自在成就。我们先说这一段。如如，就是讲的真如本性。为什么说两个如呢？第一个如是体，是真心的本体。第二个如是它起作用，起作用它就现象。所谓性如其相，相如其意，如其性，性相不二，性相如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由此可知，如如两个字把虚空法界所有一切法了都说尽，一个是性，一个是相。法如如，把体心说到了，以这个法相跟法心，再以如如智，如如智就是自性本具
的薄弱，也没有分别，也没有动念的，啊，本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能于自他利益之事，啊，而得自在成就的。这个境界不是我们的境界，所以很难懂，是原初住以上的境界啊，也就是说破一瓶无明正一分化身呢，他们的境界啊，他能够得大自在啊，就是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三十二应就是大自在的落实啊。现身自在啊，身相自在，想现什么身相就现什么身相，寿命自在啊，这个寿命长短自在，无有一样不自在，这个后面一段呢，都是讲到说法自在了。你看，一法如如，一如如之。啊，只要我们读到这两句，就知道这是化身大士。啊，化身大士所译的。啊，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译什么？我们译的是业。无量劫以来所造的一些善恶业，我们依这个就很不自在了，啊，所以我们的身业报身啊，啊，这个果跟报啊还要搞清楚，啊，我们这一生的人生是果，啊，过去生中修的有五戒十善的因。修因你就得果，啊，得这个身是果，那么这个人生这一生的享受那叫报啊，这果是果，报是报啊，你不是同样呢，我们得人生果是一样的，报不一样啊，有人富贵有人贫贱，那个报报不一样啊，啊，所以果是果的因，报是报的因。啊，这个报呢，佛给我们讲修布施啊，是吧？三种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啊，果呢，则是修五戒十善。啊，可见的是果报各有因缘呢，因缘非常复杂。二说种种佛法乃至声闻法啊，这个是这是举一个例子啊，声闻是小乘啊，这说种种佛法，这里面就是五乘佛法都说啊，啊，下面有解释啊，如法如如，法为法性啊，如为真如啊，后面这个如字为一如也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性相啊，体用一个意思，说是法性真如一如也啊，法性就是所有一切万法的体性，我们称之为法性啊，这个是笼统的说。那么分开来说呢，
这是佛经上常讲的，有情众生叫佛性，无情众生叫法性。但是佛性啊，不能包括法性，法性可以包括佛性。法性的范围大，这是情与无情的这样的分法。真如就是自信的本体，那么法性就是一切法相的自信，它跟真心本体是一不是二，叫一如也，是说法性真如而一如，此根本智之一名也。如如智，如是亦如。后如字为真如，智为根本智，即真如根本智亦如，即后得智之一名。根本智照真，后得智照俗。这几句话需要解释一下，否则的话呢，很不好懂。这个法如如啊，此地解释为根本智，根本智无知。我们般若经上所谓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知叫根本智。佛法的修学，我们知道它的目的是求智慧，戒定慧三学，戒是手段，定也是手段，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慧才是目的，慧就是智慧，智慧有体有用，智慧之体就叫它做根本智，智慧的作用就叫它做后得智。那么求智慧，先要求根本，像个树一样啊，你要没有根本，哪里有后得？后得是什么？枝叶花果啊，没有根哪来的枝叶花果啊？先求根本啊，根本智是什么呢？无知啊，所以根本智就是立相立念啊，所以般若无知啊，立相立念就恢复自信。智慧从哪里来的？智慧不是从外头求来的，是我们真如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佛法常常把水比作心，这个很有道理，把水比作心，水在平的时候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这个境界照在里面呢，照得清清楚楚。水为什么能照啊？它本来就能照嘛。我们的心为什么一切都知道有那么大的？它本来就是，就像那个水能照一样。从能照来讲呢，叫它做般若智慧。但是它一定要清净，要品，它才能照。
如果这个水起了波浪，浑浊不平了，照的作用就没有了。我们今天的心既浑浊又起波浪，波浪是什么？分别。浑浊是什么？执着。执着心就不清净了，分别心就不净了，就动了。所以叫你要持戒，要修定。持戒修定，恢复到自己心的平静。持戒恢复清净心，修定恢复平等心。心要清净平等了，照的作用啊就起来了。所以这叫无知。这般若无知，这叫根本智啊！厚德智啊，如如智啊，亦如如智。如是一如，它这个字啊是一个样子，一共是用了四个如如啊，四个如如讲法不一样。前面的一法如如啊，跟底下后头那个一法如如啊，不是一个意思。后面这一句是乘前面这句来的，这后面这个如是一如。如如下一个如字是真如。一如跟真如啊，是一。不是二啊，智，这是根本智，即真如根本智一如。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的，真如跟根本智合起来了，合成一了，这才叫做厚德智。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今天拼命求智慧，有没有智慧？没有啊！所求得的是什么呢？佛经里面所讲的是知变聪而已，不是真智慧。真智慧我们离开这个文字啊，离开文字好讲一点，我们讲它的意思，就是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要跟根本智合在一起。这个话你要是听不懂的话，我们从比喻当中来说，就是一切现象要跟那个水，水在清净平的时候合在一起，里头不就照清楚了吗？清净的那个水的本体，那个叫根本智。水中所现的一切现象，那叫厚德智。水干净平等，没有波浪，这叫根本智。现的这些现象清清楚楚，一点都没有错，那叫厚德智。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智慧？刚才说了，我们的心污染不干净，我们的心动，照也照了，照的那个相啊，现的这个相啊，是零零碎碎呀，断断片片啊，连不起来呀。所以你见不到真相，你所见的是妄相啊！见的这个波现的是这么一块，那个波现的是那么一块，就好比是这样的，把事实真相啊，把它分开了，
分成许许多多的碎片了，只看到碎片里面的很小一部分的现象，而没有办法看到整个全体的景观。就好比是这个比喻，这个里这个文字是这个意思。根本之照真，厚德之照俗。真是体性，一切万法的法性，也就是照空啊。厚德之呢，照假的，照现象，照一些的万现现象，根本之啊，照它的体，譬如说，这《金刚经》上有两句话了，或在这个地方呢，意思就很明显：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相呢，那是厚德之照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根本之照真。这一切法、一切现象啊，原生性空，了不可得。但是要知道，智慧起作用的时候，一定是厚德之跟根本之同时起来的。所以它两边不着。这是佛苦口婆心教导我们的。凡夫着有，不知道空啊。偏在俗地这一边呢，二乘人着空，舍弃了有，偏在执着性的这一边，于是乎，凡夫有用无体。二乘有体无用，这个都是病，都不圆满。佛教菩萨两边不着，两边不离，你看不着空，没有离有啊，不着有，没离空啊，两边都是不即不离，心地清净，不着有，讲经说法不着空啊，空有两边都不着，这就是智慧现前，根本智跟厚德智现前，了解这个意思，就懂得佛菩萨说法了，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因为它有根本之无数，因为它有厚德之它有数，所以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是讲的这个意思。下面有这个比喻了，水尽无尘而发光啊，这用两个比喻，一个是水，一个是尽。镜子也能照，如果这个镜子上啊落了很多灰尘呢，它就不能照了，一定要把灰尘擦干净啊。坛经里面呢，神秀法师的偈子比喻啊，心如明镜台啊，要常常勤拂拭啊，勿使惹尘埃啊，他就是用镜子来比喻，所以要把它擦干净。说亦于此光，故能现象。这从比喻上说，水在干净的时候，一尘不染的时候，不起风浪的时候，跟这个镜子在不染灰尘的时候，都有照的作用，都能够现象。
佛性也然。这是比喻佛性。佛性就是觉性。我们的真心本性就像镜子一样，就像水一样。一尘不染，平静的时候，就是清净平等的时候，它自自然然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这个起感应道交是自然的，确确实实没有念头，无念空寂，则智光圆遍。这个智慧光明圆满，尽虚空变法界。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十个地方感，十个地方同时应。一百个地方感，一个百个地方同时应。这一点诸位要晓得，不会说是，这个地方先，那个地方后，没有，没有先后。没有先后，没有分别，所以他才能做得到。那么这就是世俗里面所讲的神通啊！世俗人看到这神通啊，分身啊，无量无边的分身呐！我们在《梵网经》上念到啊，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就是千百亿化身，同时变化的，通通都没有念头。如果有念，就不能变化。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变化，什么原因呢？念没断，因为有念。四相四，四见，四见就是念，就是念头吧。四相四见没断，所以一个身也变化不出来。如果说四相四见都断掉了，就千百亿化身了，那个就是智光圆遍，一次智光故空寂无念中，一定要做的，这就是根本智，空寂无念就是根本智，而得种种之四自在成就。这个四自在成就就是千百亿化身，这个说于后得之。可见自在成就正由无念空寂而现智光，那么说明后得之正是由根本智而来的，空寂是无念空寂是根本智。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们他们是怎么说法的，能够说到令一切众生呢都能够相应，都能够开悟，都能够其如，这法叫妙法。妙在哪里呢？无说而说就妙啊，有说而说就不妙了。要在这里学，要在这下功夫，但是我们是凡夫，业障深重，从哪里学起呢？还是要从有说而说学起，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必须从有说而说，一定要进入到无说而说才行。这个事情难啊！难在哪里呢？我们烦恼不能断，断了烦恼，破了无明，这才能入这个境界。我们看近代的一些祖师大德们，
地贤老法师，这是近代大家公认的，没话说的。元音老法师，这都是很难得的善知识了。民国初年讲华严的信慈法师，讲戒律讲净土的慈州法师，不是上一次来的了，是那位慈州啊，名字相同。这些大善知识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他们没有理想，他们没有理念，他们不是原初住的菩萨，但是他们说法呢也相当奇迹。甚至于我在台湾亲近的李炳南老居士，他讲经说法有没有说？有说。他讲经的那一天要准备一天，他那一天不见客，准备一天，可是他老人家常常给我们说，他用那么长的时间，那样用心的准备，一上讲台啊，他所准备的东西通通用不上，所说的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但是他还是要准备。这个道理我们要懂，这是比此地讲的那是差很远呐、低了很多，从层次上来讲低了很多了。这是什么道理？以前李炳老把这个方法传给我，我这个讲经啊，这一生讲经啊，得力于李老的传授，四个字，至诚感通。我们没有能力断烦恼，我们用真诚的心求感应。讲台上所说出来的感应道教啊，不是自己有能力说的，这个话是真实的。最近在中国在外国有不少的同修把我的这些录音带都写成书了，很多人写成书，我没看过。最近我在看一份无量寿经呢，他们整理出来的讲记，要我改改。我看了之后我有很大的感触，我写不出来啊，真的写不出来啊，怎么会讲出来了？这是实实在在的，不但是这长篇的大经我写不出来，短篇的文字我也写不出来，我有很多年很多年没有写文章了，一封信我都懒得写，写不出来了。那个无住身心那个小册子，也许你们看到的，那是有一些同学找我讲一点东西，讲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录下来，他们把它整理出了文字，我一看看也不错，怎么讲出来的不知道啊。这就是李老师讲的至诚感动，我们用真诚之心求佛菩萨加持，
弘扬佛法，宣传佛法，为一切大众介绍佛法，本身没有能力，可以求感应的。真心就能求感应的，妄心就不行啊。那么这里真跟妄，我们那个标准也往下拉了，提升不上去啊。我这个真妄标准是在哪里呢？念念为利益一切众生，念念为一切佛法，绝没有为自己的名闻利养。我这个成的标准呢，就是这个标准，这是很低级的标准，不能有一丝毫的自私自利，有一点点自利，沾上一点名闻利养，不行。那么换句话说，你到我这个标准都达不到。我没有别的长处，念念为佛法，念念为众生，一切随缘不攀缘，能够随缘不攀缘，你的心才会清净。我不会说我要想做什么做什么，我没有这个念头。凡事随缘。那个在生活当中越简单越好，省事了。我绝对不会见道场，因为见道场太麻烦了，事情太多了，又要管人又要管事，这个在一般讲的时候，那不是人干的呀。一个人会过日子，一生呢清净自在，心里头无有牵挂，无有忧虑，那个好日子好过。心里头有牵挂有忧虑，那个日子不好过。你说那可以赚大钱呢？赚大钱付出的代价太重，我也不干了，我宁愿不要去，我不愿意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这个心清净才叫真正自在，才能真正的与诸佛菩萨有少分的感应。那么这是说明有念跟无念的差别很大，一定要到无念这个里面才有智慧，这个才能透露得出来。如果有念的话呢，这就不行，决定是障碍。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再把这话拉回头来，今为如来作念，我当说法。如果我们有起了这么个念头，如来动了个念头了，要为众生说法了，要到这个世间来示现做佛了，这就错了。变通凡夫岂是如来，那这是六道的凡夫，绝对不是佛菩萨。我们讲菩萨就是圆教初住以上，但是圆初住以上都可以称如来，因为他见性，他用的是真心。说既不空寂，又岂能说法自在？凡夫能说法不自在。为什么不自在呢？没有空寂。道理在这个地方啊。要想说法得自在呀，那个心要空寂，心里头不能有东西才行啊。
我们在祖师大德里面去看，最明显的说法自在的无过于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不认识字，他说法自在啊，他也没有念过经，你把经念给他听，他就跟你讲，他讲得很自在啊。你要问为什么，他心空寂，他心像一面镜子一样啊。你念给他听是感，他立刻就回应啊，回应的决定正确而没有错误。为什么？他的心里头没有污染啊，他没有是非人果，没有贪嗔痴慢，所以他印的就纯正，一点都没有错误。道理在此地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我们学佛的人修什么啊？修清净心呐、啊。要想修得清净心啊，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放下，诸位要记住，不是说你不要了。那你就把这个《金刚经》听错了。《金刚经》叫我们放下，好了，回家去，一切都放下，家也不要了啊，儿女也不要了，事业不，那成什么话了？是吧？那不把世界化都破坏了吗？啊，所以你不能听错，这个放下了，心里放下，心里面呢，决定不要再牵挂了，不要再去想这个事情了，不想这个事情，不牵挂，那我这个事情能做得好吗？做得更好。为什么呢？智慧欠缺啊！你从前做事是用思考，用分别心啊，有得失心啊，有分别，有执着在做，做得不好啊，做得很累很苦啊，啊，做得不圆满。现在通通放下了，一切都不分别，不执着，没有妄想了，智慧现前了，你做得比什么人都好。你要不相信，你就拿讲经做个比喻。你看菩萨讲经不起心动念，讲得这么好。那我们这些人讲经的时候起心动念，我一天到晚在准备，忙得不亦乐乎，讲得不好，不是个道理吗？讲得不好吗？你从这一点当中啊，你去体悟然后你再想的，我们生活工作啊，心清净，心平等，万缘放下，一定做得比从前好，啊，比以前做得高明，做得圆满，啊，你的生活也过得幸福，也过得快乐，啊，因为你生智慧呀，你的生活里面充满了智慧呀。不学佛的人呢，你的生活一天到晚充满了烦恼啊，你过的是什么日子？烦恼里头过日子，那你怎么不苦啊？啊，佛菩萨为什么快乐？在智慧里面过日子，他不是在烦恼里面过日子，转烦恼为菩提，那个日子过得很自在，过得很快乐啊。这一段经文主要是教给我们这一点了。正所谓以轮回见测圆觉海，无有是处。这只后头一句是批评。凡夫对于佛菩萨在那里乱猜呀，在那里推测猜想啊，全错了啊。这个推测猜想是轮回心。轮回的见解啊，你怎么能够明了诸佛菩萨的境界啊？那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地方要细心体会，然后
我们搞明白了，我们才知道从哪个地方学习，啊，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我们看幕后一段，诸佛菩萨说法，如空谷传身，有感思用，初无容心。这几句话是形容啊，佛菩萨说法那个事实状况说不出来的，真的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了啊。此地的形容呢，就像那画画一样啊，轰云托月，月亮画不出来，画一些云彩当中空一块，那就叫月亮。这个地方说法了，就是有这个味道啊。佛菩萨的境界说不出来呀，啊，从旁边侧面的来形容，又如空谷传身啊。空谷传身，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在山谷里面。山谷里面，我们叫一声，长叫一声，回音，那个传声回音啊，你的音声长，回音就长；你的音声短，回音也短；你音声响亮，回声也响亮。我们发出的音声是感了，回音是音，感应道交，用这个来做比喻。有感思应，错误容身，他确实没有心呐。我们在山谷里长啸一声，那山谷难道还起个动念？哦，这个人叫一声呢，我赶快回他一声，没有这个念头啊，没这种心啊。这就说明无念，啊，说明空寂，大口大鸣。小口小念，摄入其分，自然而然。佛之说法如是如是啊！啊，佛给我们说法了，真是恰到好处。所说的完全是应众生的根基。那么我们现在中文翻译的大藏经啊，释迦牟尼佛当年所说的，说这么多法是在讲应当时之机恰如其分的。如果当时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大众没有这种根基，佛决定不说这个法门。哎，没有感吗？怎么会有应？感应道交吗？那么再说祖师大德讲经说法啊，祖师大德讲的经说的法都是释迦牟尼佛的经，释迦牟尼佛 的法啊。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每一个时代某一个地区法师讲金刚经不一样，讲的不一样啊，讲的不一样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看《金刚经》的注解就明白了，啊，《金刚经》自古以来的注解有100多种啊，没有一种是一样的，有一样的那何必要注？都不一样啊，为什么注的不一样呢？佛灭度之后，这些众生
要想学《金刚经》，机感不一样。当然，这种感应没有佛当年那种感应来得纯，因为佛无念、无心。祖师大德呢，他们的心比我们清净，这是真的。如果他们那个心跟我们心一样啊，那我们展开经看不懂，他也看不懂。为什么我们看不懂，他能看得懂？他的心比我们心清净。那么由此可知，你看经典里面的意趣，你能够看多深，你能够看多广，完全跟你的清净心有关系。跟你什么广学多闻没有关系，绝对没有关系。你广学多闻，说老实话，反而产生了障碍。这个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我们看有一些法师讲经，我在早年学讲经，有一个同学，明信法师，这个人已经过世了，不在了。我们同学当中，他是最用功的一个。早晨天没有亮，就起来打坐读经。到天刚刚明亮的时候，他就跑到山上，一个人坐在那经本展开，对这些树木花草啊讲经说法。从前僧功是对石头啊，他对树木花草，一个人还好用功啊，就讲经说法。每天这样练呐，苦练呐，写的那个讲义一大堆呀。我们知道他很用功，有一次大家请他上台讲经，讲了一次之后没有人再请他了，他是真用功夫，收集了十几种古大德的注解参考资料凑成一个大拼盘端出来，什么都不是。这吃力不讨好，花很长的时间讲一段经文，叫人听了之后不晓得你在讲些什么。所以就是你广修多闻有什么用呢？收集十几种注解，通通合在这里讲，到底是讲的什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验了。这个经法讲得好，能够契入人心啊，不是广学多闻，完全是清净心。你能够在这一部经上，讲多深，讲多广，与清净心有关系，与广学多闻丝毫关系都没有。你这一点的时候，要很深。是这个很细心去体会六祖慧能大师。慧能大师讲东西一样参考都没有。你看他跟法达禅师讲这个法华经。那讲的是不多了。但是法达开悟了。开悟就不要讲了。那么跟无尽藏比丘尼讲大涅槃经，那个时间长。无尽藏比丘尼也开悟了。六祖那个时候年轻的，刚刚离开黄梅，在避难的时候遇到无尽藏比丘尼，他那个时候24岁。
经没有听过，注解也没有啊，他不认识字。无尽藏比丘尼把《涅槃经》念给他听，他听了之后就跟他讲。这一部经讲下来之后，无尽藏比丘尼开悟了。所以学在哪里学？学清净心，学放下了。头一个要把名闻利养放下，那个东西害死人呐。要把五欲六尘放下，这些东西沾上一个就完了，你就没法子了。所以这个念头要转过来，念念为佛法，念念为众生。你用这种心去感，诸佛菩萨都有应，才能真正的达到感应道交。请看下面一段经文，这个课题上是本无可说，真实话，句句真实啊。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你不要以为真的有所说，这个才与前面的这个经文呢相应。前面告诉我们，法上应时，何况非法？这佛法是法宝啊，宝要好好的收藏的，要好好的保护的，不能把它丢掉。怎么可以舍弃呢？怎么可以舍掉呢？这个地方把这个所以然说出来。因为本无可说，所以佛法不能执着。法要舍，也就是说，心里面不可以有佛法，有佛法就糟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这一肚里头装了佛法，就完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就法上应时。无法可说，一心本无可说。何以本无可说呢？以本来无法故，即本无法，哪有可说？这个话的意思很深，确确实实没有法。再给诸位说，这个世间呢，确确实实没有事。你天天做的那个事，做得很冤枉。天下本无事啊，谁去做事呢？容人自扰之。容人就是我们佛门讲的迷惑颠倒啊，那些人有事做，没事生事，叫无事生事啊，在做那些事啊。真正明白的人没事，确实没事，也没法，没有法。为什么佛说法49年呢？刚才讲，众生有感。众生虽然有感，佛说了法呢，佛没有说法。佛没有说法，众生以为佛说法了。这个很妙啊！佛本来没有相，众生以为佛现相。这个四与理越说越深了。
但是全是实相，啊，全都是事实真相，啊，我们要了解，啊，所以说本来没有法，本来没有事，本来没有六道轮回，本来没有大千世界，甚至于本来没有十法界。不但本来没有十法界，本来也没有一真法界。这才是如来极灭场地呀，啊，才是圆满的自信。我们看底下一节，法是缘生，说亦缘生，法是万法，设法界一真庄严，缘生的。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这个感应就是缘，也是缘生的。啊，诸佛菩萨在设法界里头现种种身，缘生的；说种种法，也是缘生的。说法者也是缘生的，既曰缘生，非无法，非无说，非无说者也。啊，所以从缘上看呢，有缘现象，有相；从相上看有，从性上看没有。啊，从相上看有。非无法就是有法，非无说有说，啊，非无说法者有说法的人。可是你要晓得，这是从相上说的，啊，相是缘生，刹那生灭，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要入这个境界，啊，这个底下讲的，即缘生无性，当体皆空，故虽俨然有说法者，即复了不可得，言其设计无说也。啊，这个就是所谓设计无说，无说即说，说跟无说一桩事情。也如啊，前面跟我们讲的无实无虚，不依不依，啊，一点都不错。所以哪里可以执着呢？明了缘生之意，便知法本无法，故设计无说。所以这个万法缘生这一段为什么要说的这么多，为什么讲的这么深刻，关系太重要了。不但它是般若里面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整个佛法里面的精髓。你能够明白了，你能够体会了，就是开佛之见。啊，我们常讲开悟了，
你能够把你悟得的之见用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把生活里面一切错误的之见依这个改过来，你就正果了。你就齐如这个境界了。所以有听《金刚经》的同学问我，我们在一生当中能不能明心见性？我的答复是肯定的，能。问题呢，你能不能放下？你能放下就能。放下什么？《金刚经》上讲的很简单，四相四见，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只要你心里头真的没有这些东西了，你就明心见性了，你马上就升到圆教初住菩萨，你就证得了。你为什么不能证得呢？你不肯放下啊！无始界以来执着一个我，不肯把我放下啊，念念还都想我，这就是糟糕啊！这就是你为什么不能成为圆教初住菩萨。那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念念舍不得把我放下，关键在这里。不但现在是你我不能放下了，我所都放不下，你说糟糕不糟糕？什么叫我所呢？我所有的财产吧，我所有的家亲眷属啊，这个我所就是我所附带的这些，附带的是就身外之物啊，这附带的这些东西，你都放不下，我你怎么能放得下呢？所以这放下是有次第的，先从我所放下，从我所有的，从这。先把身外之物放下，然后功夫啊，逐渐逐渐提升，我也放下了。诸位要知道，我要放下了，那就很恭喜你了。为什么呢？你生死轮回没有了。你想到。为什么会有生死轮回？我要放下了，你不会害病啊？那谁害病？我害病啊！我没有了，谁害病啊？我要是没有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因为有我，我烦恼，我很苦，我生病。我要老，我要死，都是一个我啊！你看，我没有了，这问题全都没有了。这佛在经上讲什么三苦八苦，全都没有了，与你完全不相干了。毛病都在这个我上。所以《金刚经》一块开断了，有我相，有我见，这不是菩萨了，这凡夫，六道轮回的凡夫啊！有这个念头，有这个见解的叫轮回心啊，天天干这个事情，无论你干什么事里头只要有我在，你就造轮回业。
你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这是《金刚般若》里头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的是讲得非常清楚，非常的透彻。读《金刚经》，读难，虽然读啊不懂意思，但是这一次《金刚经》我们细讲，你听了的时候，我相信，纵然不能把我所舍掉了，多少也有点觉悟了，知道哦，事实是这个样子，这就多少能有一点悟处啊。如果这个悟处能够相续不断的话，真的有开悟的可能。你有这个悟处，你就觉得这个放下是对的。虽然现在放不下，慢慢的会放下一点。原本我是这一个月呀要赚10000块钱，现在赚5000也可以了，那就放下一半了吧。逐渐逐渐的，你对这个世间明文一样的，它会淡一些，这个淡就是放下。果然能是一年比一年淡，你这个功夫进展就很快。为什么呢？真正能放下了，你烦恼轻，智慧就增长。你对于对人对事对物一切的看法会转变，从前的看法，佛经里面讲轮回见，我们这个世间人讲人生观宇宙观，我们佛法叫轮回见，叫轮回心，你能够转轮回呀，出三界，能够把轮回见转成佛知佛见，这个功德利益了，不可思议。所以要晓得云生无性，当体皆空。故虽俨然有说法，即复了不可得。经上讲一桩事，以这个说法为例，其实任何事情都是缘生的，我们生活缘生的，工作缘生的，处事待人接物全是缘生的，无有一法不是缘生的。既然是缘生，通通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真正开智慧，明了缘生之意，便知法本无法，故说即无说，说法者即空即假，即假即空。天台大师、智者大师为我们说出三谛三观。三谛三观不是我说的，是智者大师从《法华经》里面悟出来的。三谛三观是天台家的学说，佛经上有没有呢？有，虽有智者大师没见到，
那么还是智者大师发明的啊。什么经上有呢？楞严经上有啊。智者大师在世的时候，楞严经没有传到中国来啊。印度一些高僧在中国弘法的，到天台山就访问智者大师，听智者大师讲这个三智三观呢，非常佩服啊，就告诉智者大师，楞严经上佛有这个说法啊。于是智者大师听了非常兴奋啊。为什么呢？有经典跟他印证呢，可见的他的发现没错吧啊。但是这个经没传到中国来，那个时候到印度非常不方便啊，没有这个机缘呢。他在天台山住了一个小台，拜金台，每一天向印度那个方向啊礼拜，求这部经啊早一天到中国来。他拜了18年，这个精神毅力了不起啊。一直到大隋元吉，这个经还没有来啊。但是到后来啊，唐朝中宗的时候，这个经果然传到中国来了啊。智者是隋朝末年唐朝初年的人啊，所以楞严到中国的因缘也很殊胜呐，啊，智者大师心里头求了18年了，这感应道教啊，指三指三观呢，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跟般若里头讲的即假即空啊，他加了个中，啊，他讲。空假中啊，这个空假中的原理能够应用在一切法上，事法出事法啊，通通都能够符合这个原理。绝不知妄作言念罪同谤佛，正因无法可说，乃有说法及说法者之假名耳。啊，所以经文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啊，有这个假名，有这个假象，却没有这个事实。所有一切万事万法，你要知道都是假名假象，没有自体啊。要知道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你要能记住这四句也能开智慧啊。所有一切事出世间一切法，它有假名假相，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如果你能常作如是观啊，就是在一切法里头你常常有这个观念，常常有这个看法，你对于一切万事万法自自然然不会执着啊，也不会去计较，不会去分别，不会去执着，你就接近般若了。你会开智慧。啊，换一句话说，你就会学佛了。啊，这个佛法前头讲过，善学、会学，你就会了。
绝对不至于想错说错了。像前面想佛还有说法可说，那就想错了。佛还有相可信，佛还有众生可度，这都是想错了，说错了，那么这个就是谤佛，最痛谤佛。这个谤佛前面跟诸位说过，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谤佛，不会谤法。说法者无法可说，在学法者当然无法可知。这个很要紧了，这个说到我们身上来了。我们今天学佛法了，所以你要是学了之后，这个讲得好啊，我要记住啊，记不住还要用笔记本记住啊，唯恐忘掉了。这样学佛法了，可以学一点佛学常识。真正的佛法呢，学不到。为什么呢？真正的佛法呢，立言语文字。可是真正佛法也离不开言语文字。但是决定不是言语文字，要明白这个道理。要在这个地方细心去体会。今天我们要不要读？要读。要不要研究讨论？需要研究讨论。需要讲解。需要认真学习，需要把经典里面的理论这个方法境界要把它记住。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人呢强记，他很认真的勉强一定要把它记住。一种人呢是自然记住了，他并没有想记，但是天天念，念多了自然然记住了。这个好，自然叫认运，自然记住的好，多看多听自自然然记住。可以多看可以多听，决定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为什么不能执着？要晓得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佛法一切的修学没有别的，要教我们开悟啊。如何开悟呢？要教我们得定。什么叫得定呢？万缘放下。千言万语啊，就是叫我们放下而已啊。因为放不下了，才把事实真相详详细细说明，说明之后你想想应不应该放下。你不应该放下还继续搞轮回搞生死，这个东西多苦啊！你这一生的日子苦得还不够啊，这个要觉悟啊，太苦了啊！这个做人还好一点，你看看畜生，畜生比人更苦啊！那看到畜生，想到我要弄不好的时候，来生跟他一样啊！你说这个多麻烦呐！那畜生就是实现样子给我们看呢。魔鬼地狱就更苦了，虽苦我们没见到，这个一定要觉悟，不能再搞了。那就是真的要放下，要彻底放下。整个佛法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放下而已。放下
智慧就现前。无论做什么工作，做得都比别人圆满，都比别人做得好，这是一定的道理。那么这些事诸位要读华严经你就明了了。华严经幕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个五十三位化身大士，金刚经上讲如来啊，五十三位如来啊，他们散布在各行各业，都是模范，都是榜样。经商的商人如来，商人菩萨，商人里面的榜样啊，他们用菩提心呢，他不是用轮回心的。所以你在家里面过日子，你家庭主妇用菩提心，不用轮回心，你是菩萨主妇啊。你做生意，你是菩萨商人啊。你做工，你是菩萨工人啊。你参政，你是菩萨宰官啊。菩萨过往啊，这个华严经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这些人都清清楚楚，一切现象假象假名，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所以无论他在社会上从事于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岗位，他身心清净，一尘不染，真正是造福社会，造福人群，利益一切众生。这个佛法的殊胜利益真的是无量无边所以学法的人啊，当然无法可知一定啊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